玲玲走了吗？走了。走啊！你笑啥？我就问一嘴。我昨天到今天已经听了大概四五次。哎，玲玲在哪？玲玲，玲玲呢？玲玲在哪？玲玲走了吗？玲玲同学，玲玲知道了是吧？玲玲在干嘛啊？等着呢。我没，我没哎。你们都几点起啊？你们早呢。玲玲是七点多起的。啊？哦，玲玲八点多起的。对。下次早点起，八点半左右。只能帮你到这儿。我可以不睡，感觉这之前。我出去开个会，我就走。拜拜。我发现，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有很强烈的幸福感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你看看。就是一个人，并没有玲玲，然后其他人说：“你看，整天念叨玲玲，那不是拿他打岔呢吗？”对啊，不是打岔，就是你不觉得被这么逗也挺幸福的吗？那对啊，那因为他沉浸在他那个两个人的那个关系当中，对，所以喜欢一个人本身就是会有幸福感的。我觉得此时此刻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在这个幸福的一刻，我们来喝一点一刻活泉，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应景。啊，那是好，一刻活泉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幸福的一刻。哎，你们谁能分享你们自己特别幸福的那一刻？我来吧，洗耳恭听。因为我和我女朋友是异地嘛，她在上海，我经常在北京。我玩乐队的朋友啊，或者工作上朋友，经常会住在我的家里。对，然后每次她知道我家里来朋友了以后，她会给我悄悄的点上一份外卖，就是她知道我们喜欢吃的什么东西。是有一个人在后面，也在帮着我做一些事情。我被吃到了狗粮。小简，有能和我们分享的幸福一刻吗？师兄弟儿，我们之间互相关心。反正我就记得有回我发烧，我在家里自己躺着，我有个师哥住我楼上，然后那两天我俩还有点闹小别扭，然后过来以后就他也知道我家门密码，就进屋了，把那药拿过来以后，那个吃药啊，转身就走了。说实话，拿着药的时候感觉挺幸福的，还挺开心。知道你家门密码的这位师哥是哪位师哥？我搭档。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很幸福的，就这种貌似不经意，其实人心里有你的这种感觉。我就是反正有时候工作回家了之后，我儿子就是他就能听到你开门的那个声音，然后一开门之后，然后就特别高兴喊抱我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觉得那瞬间就特别有幸福感，特别幸福。其实幸福也是需要去发现的。对，需要用心的去感受。当别人用心的付出之后，你要让付出的那个人感受到你收到了，才叫良性的互动。嗯，我们来看一看小顽皮的这个幸福，今天能持续多久？果汁。好。我发现我要拍一下。绝了。我感觉这个东西很可怕，那种啊。新的三角出现了。而且花花跟七夕关系还很好。糟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Ring。
觉不是很好的样子。我觉得会还不错。说错话了。我先帮你们试一下。这是蔬菜的味道，全是蔬菜的味道。也还好吧，有那么难喝吗？不难喝。嗯，喝完吧。就当午饭了吧。哦哦哦，我还很悠闲的一口接一口。慢慢来，慢慢。这享受的。哎，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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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证明这个膳食纤维真的真的很好使。他太顶饱了，饿就吸一口去。对，但是很好，这个可以撑很久。See you。 哎，还有果汁吗？还有，正好还有一杯。有果汁吗？你敢喝吗？啊，什么？给你来一杯果汁吧。喝个什么果汁啊？就是果泥。这个观感不太好。那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在外面烧烤啊？食材不够，咱就去买吧。走吧，我们。那我要走喽。七七和他们两个去采购去了。走吧，我能把手握手机放进去吗？这手机太重了。不是，我这手机真的绝了。不是你自己握一握，它真的很硌手。绝了，小公主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敢不敢不敢。一个就好了，这个太多了。你看这个那么多，这芝士，这块就够了。你的眼睛真大。我们俩眼睛都大，就你小。你是磕到了吗？这个笑容。烧烤会腻。你俩先看，我去找刷子。很识趣啊。很会吗？我们有这个东西吗？里不需要这个。拿一个吧，我们拿一个吧。这个我贼喜欢吃剁椒，谢谢。您客气了。请。你穿。你要被车撞吗？好怕呀。就有点像小男生那种互怼的。这化学反应也挺好的呀，就是说明两个人都很舒适。走太快了。你好烦啊。好凶啊，凶很凶。别往那看。好的，老板。我上次来逛的时候，我说吃这个大家都吃，还有螺蛳粉的家里。这两个煮在一起贼好吃。煮在一起啊。我做给你们吃，你知道多好吃。哎，CU的人呢？嗯。